这一点就不好，所以我那电池就松掉。有哎、欸，其实还蛮容易松的。可是 iCon 不会，所以我觉得 iCon 不会控制。会比较好啦。我曾经看到这一台，就是我买这一台，同机子有人给他扩频，扩到航空频那边去。我说干就不会烧掉。他说只要你不要按下发话键，他都不会烧掉。为什么会烧掉？因为他的那个功率太大了，你知道吗？可是他如果发话键，他如果不要用的，他可以这样烧。扩频那边我就不是比较不懂，可是他是跟我说你听可以，但是你不要发，你们一发你机子会烧掉。是，对，我是没有听到那部分。我去买的时候老板没有讲，但是因为我买的时候大部分接收是全频，所以比较不太会有问题。哦，全品的话，全品我就没有怎么想要用那个。有人跟我说是可以拿，你可以拿那个车机去用嘛，然后不要，我说干脆就买一台 R6 来 R6 来用就好了。是不是，我是说我买的那个机子的接收是全品，因为它发很少，是不是那意思？哦，我知道。Roger, information copy, 他们是改变。iCon 今年有出一款蛮新的双频 VVHF 跟 UHF 的，我觉得这台机子还不错。现在这些都是在我手机。可是因为我也不会买啦，只是我觉得这个产品一出来哦，到时候那个网络上面有一大堆在改机的那个文章。一定很多，因为这台机子我看了还不错，它还支援蓝牙耳机耶。太高了，这台不知道多少钱。这一台我现在在露天看15000，算16000。那这样算还蛮便宜的啊，还蛮便宜的，而且它频道可以储存到1000组。对啊，这蛮便宜的，因为。如果车机 iCon 之前通的机单都要20000，对，真的差不多。因为他之前有一台卖了好久，卖了好几年。看，一直在躲呢。杰克，他刚刚发给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我现在没空管，等一下。去熟悉一下我上的表。早上你是睡该哪到了？前天就到了。哦，这么快？人也太多了吧？只看到一条路。来个够了。下线违反 S， 不也犯规则？太多云了，那个云沉到底下。那就是刚好那云不知道，这样我在讲的时候就能到。看到，看机场吗？看到了。OK， Center， this is Taipei Sky 077 Apple Inside。check 哎呀，把那个欧卡跟那个什么 BNS 还有握手的全部设定好了，只是现在只差习惯。还有阿玛山啊，阿玛山不要，那个走路行走还用 check 哎呀，我应该会吐。哪妹的？
不会。所以。这机场的场景还蛮漂亮，俄国的一个机场，富岳岛最南边，那个对岸就是日本的。大概飞100多里，飞半个小时就到日本。这就是那个日本最北边那边了，对啊。哦。变那个啊，俄国对俄国对德国，runway 195 OK， 30 Type Sky 077 join runway 195上来，可以吗？变很惨，以前还有那个我屁股接的球，现在是不用再去外卖了。需要洗过来，你需要每天晚上抄一下。啊，叫 Win Copy Quickland。Это один раз. Хочу, чтобы еще с ним пришли, чтобы люди вставили этим. Confirm, but you're running taxi to runway. Confirm, yes. Как он говорит, да, я слушаю. Can we pop it to 077? Stand number 2. Negative, stand, number 2, while pursuing, and Evan. Roger, taxi to get number 2, and by taxi to Lima.航管要给指示吗？ Number 2 是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听你好不好？ OK 啊。那下交通在哪里？还没到吧？对好，断掉重开。发什么神经病啊，飞了400码还有50%。我现在要学的如何投锁并用。哎。老范没有体会到新世界的感觉。我告诉你，你开直升机你就懂了，我告诉你带切克亚你就懂了，我跟你讲。那感觉像，我跟你讲，只有一种感觉，倒车入库开后照镜，就这种 feel 啊。然后看着旁边在，你现在那个差一打就知道，看着旁边落直升机有没有？看仪表落。
但配合我成功的问题。I have a reservation that now and thank you to flying airport. 哎，终于来了，终于可以一起练了。在右上方还有 ，Bye bye, out. Roger, thank you your ATC service. Thank you, good day. 打下一架。你打全真的？打雅克九 T。哇哦。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cheers.然后你那用窝伤的，不，你那用 Steam 打窝伤的。Steam 打窝伤的，没有哎、欸。如果你用 Steam 那个，你要看实况哦。啊。你要看实况，我等一下开，我等一下开。哦，那个风好乱啊。他掉了啊，他是挡落了哦，吓死我。